五一你们都去哪里玩了？大家好，我是瑶瑶，我现在在新疆的天山天池。来这里玩一趟需要花多少钱？能看到怎样的风景？今天就跟着我的镜头进去看看吧。天山天池景区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富康市境内，地图导航天山天池，距乌鲁木齐市67公里，距富康市区37公里，门票是95元，加区间车60元，一共是155。可以去自动售票机购票更快。带了无人机的朋友可以去这里报备。接着我们排队坐区间车，15分钟后，大巴车会先把你送到风情园，在这里可以吃饭购物。第二轮区间车坐30分钟后，到达最后一个停车场，下车后可以选择电瓶车10元。或者步行10分钟到达天池主景区。天山天池湖面海拔为1910米，天池所在的博格达峰主峰海拔是5445米。景区气候属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，冬季寒冷漫长，夏季温和短促，昼夜温差大，五月还是有点凉，记得带件外套，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好。接下来我们可以步行去西王母庙，你可以坐游船环天池一圈，价格是100元。湖面倒映着博格达峰，周围云山环拥，风景犹如仙境。还可以坐索道去马牙山，价格是220元。马牙山海拔是3000多米，可以俯瞰整个天池全貌。天山天池景区的水资源主要由冰川构成，博格达峰共有现代冰川54条，景区内囊括了高山、湖泊、湿地、草甸、森林、峡谷等自然景观。上世纪70年代初，郭沫若在天池边吟出了一池浓墨沉砚底，万木长嚎停笔端的诗句。天山天池是西王母道教文化的传播之地，古称瑶池。在中国神话传说中，瑶池是天界下都，是神仙的坟间后花园，是西王母的下宫和沐浴之地。在汉时，天池北部也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，有许多商人从这里经过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